你看我才摆两张照片而已，然后就有很多人来跟我聊天了。嗯，因为你一页而已嘛。一页很多了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上官教，我是 Princess 三江。啊，我是 Taylor。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尽量不要群聚，可能就少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，都没有出去交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最近都没有朋友见到。见到？你是不是本来就没朋友？你怎么会这样讲？还是其实大家都有出去爬爬照，出去外面交朋友？是吗？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交朋友方式，尤其在日本的话呢，什么婚活啊、联谊啊，各种交朋友的方式都非常蓬勃的发展。其实，在台湾好像不太盛行这样的活动，虽然有，可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点排斥，而且甚至是如果跟人家讲到说，我今天要去相亲。我今天要去联谊，别人可能会觉得怪怪。对台湾人来说，相亲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亲近的感觉，所以人家会觉得说，哈，你去相亲不是真爱耶，好像有这种感觉。对，好，那我这辈子呢，也就只有参加过这么一次联谊。那我的联谊是在台湾参加的，但是这个联谊呢，是日本的联谊公司来台湾开的，对，就是一个交朋友的场合。那一天呢，有10个女生，10个男生。我会参加这个联谊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的朋友在那边上班，他就问我说：“萨酱，你可以当 sakura 吗？”好，那这个 sakura 的意思就是暗装的意思。这个我之前日文教学中有讲到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影片。台湾这种婚活活动，或相亲活动，好像真的不是这么样的盛行，人很少，才10个人嘛。对，那其实参加这一场联谊活动对我来说也非常的特别新鲜。那它的流程呢，首先是10个女生坐在位置上，然后呢就跟对面的男生聊5分钟，然后每聊完5分钟呢，男生会站起来再换一格，然后呢这样子一样的事情你要重复10遍。这个我在日剧好像有看过，我的本名这么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在这5分钟里面，大家问我的问题都一样，就是为什么你姓吴思兰，然后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好，或者为什么你来台湾啊。我觉得你可以上台先广播一下。那这样子的自我介绍结束了之后，会一起玩游戏。玩完游戏之后呢，他们会规定你一定要选出一位你最喜欢的人，双方配对成功的人就可以有自由时间交换 LINE 啊等等这样子。所以不能再问你问题的时候就先问你 LINE 吗？应该是可以啊。大家都没有抓到这一个吧。你很精明哦。其实在台湾我有参加过类似联谊的活动，那他是打着读书会的名义交换语言，我们就是一群台湾人带着日文的课本，就日本人也会带着这个学习中文课本，然后到咖啡厅去，我们就一起交换语言。听起来很震惊啊，很好的感觉。大家好像都到那边读书，但其实大家只是要来交换 LINE 啊，交朋友。真的吗？都是在聊天，没有人在鸟课本里面的东西。真的吗？那你一开始去是？我一开始去是真的想要学日文，但是我没想到是这样的地方。是这样子吗？对。那所以你在那边很受欢迎吗？我不能说我很受欢迎，但是我感觉到日本女生都非常的主动。因为我觉得会去参加那样场合的女生的话，应该怎么讲，别有用心吗？不过除了这些实际见面的方式之外，线上交友也是手段之一啊。虽然我们现在都不太能出门，人与人之间无法接触，线上交友更是非常的好。像是线上交友 APP 啊，就有很多，像 Scout 啊、Tinder 啊、JD 啊。其实我这些我都没有用过。但是我在网络上面查到，就是其实线上交友的 APP 结婚的成功率出奇的高哦，而且约出来见面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高。我以前在用的时候，但是。那我看了一下日本的网站，有人分享说，根据2017年的厚生劳动省的一些数据啊，比对了之后发现，年轻的男女大概每5人就有1人在用交友 APP 哎，而且我还看到一个很惊人的数据，就是这个交友 APP 哦，不只是成交，还到达结婚的比例还真的很高呢。像是朋友的介绍23.1%，婚活的网站 APP 22.2%，交友软体是19%，所以这个 APP 这两者加起来。就已经快要，是不是算不出来？41.2%了，很高哎。其实不止在日本，在美国的线上交友 APP 的统计里面，在使用群里有1/3的人是因此
而结婚。欸，这么高哦？对，而且他们还有统计哦，因为线上交友认识而结婚的离婚比率，竟然会比你实际交友自然结婚还要来得低。那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其中你会去设定你的条件，而且你会去筛选对象的条件，更能够找到你所想要的人。更能够筛选淘汰掉你不要的人。欸，哦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欸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 APP 的条件的设立就超级重要的吧。在现行条件设立最多的就是 Sweet Ring。我们都是很认真的人吧。对。其实我们两个最近这几天都已经下载了玩玩看。可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下载？所以你现在是要去找新的对象吗？对，那因为我自己是纯粹想要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在流行什么啊。你咧，你下载这个要干嘛？啊，男未婚女未嫁，我要去找寻更好的人啊。你看我才摆两张照片而已，然后就有很多人来跟我聊天了。嗯，因为你一夜而已嘛。一夜很多了吧。欸，我数数看哦，我这边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，等一下太多了。10 10 70 80。不用，因为我要数完有107个。欸，我觉得这个 APP 让人会有好像你很受欢迎的错觉。那它这边的好处就是它的设定条件真的很多，那这里面的条件设定真的是很详细耶，因为它就连你的体型啊，连你的年薪都有，还有对婚姻的态度。哎，就是有没有想要结婚啊。它有一个选项是如果找到适合的对象就会想结婚。哎，还有社交模式啊，会不会很快跟别人热络啊，好人性化哦。哎，还有那个，哎，是否想要孩子，这个很重要对不对。还有会不会喝酒跟抽烟。对啊，有的时候只是想要在上面找约会的酒友。而且这个很特别的是它有提问功能，你在这个提问区呢，可以看到大家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像我这边看到有人说，登记结婚前有必要先同居吗？哎，这个问题很好哎。还有人问说，你曾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你的对象分手？还有，如何才称得上幸福呢？好哲学哦。开一个话题就比较不会无聊。那还有人问说，你觉得赚了钱应该是及时享乐，还是稳当的把钱存下来？这个其实也是两个人交往之间的价值观，对不对？他这边问了很多有趣的问题。另一半是吃货，你会陪着他到处吃到处跑吗？这个也很重要。哎，你去过最美丽的地方是哪边呢？还有，是个独立不黏另一半的人吗？这个我觉得好像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说离婚率会比较低，因为如果都有这些问题可以先了解，而且可以找到观念跟自己比较相近的人的话，应该也可以减少一些摩擦吧，对不对？你在干嘛？跟别人聊天。你在聊什么啦？那有人跟我聊天，有一些很有趣的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欸，有人超级主动的，一联络然后就很主动的给我他的 LINE。欸，你有吗？没有。还有一个超有趣的，有人跟我讲说，嗨，刚刚才在跟朋友讨论狮子。欸，你就出现了，好像狮子座的女生都很重感情，很有事业心，很照顾家庭，很有品味，你认为呢？狮子座女的你，完全陌生的人，你看他都知道我是狮子座，然后就这样子开话题耶，好会哦。这男的把他删掉。很会耶，很会聊耶，好厉害。欸，然后也有一个台日混血儿来联络我耶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人联络我，他的名字是吃素的消防员。我觉得这个饮食方面合不合也是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已经先告诉人家自己吃素，这点我觉得也很好。哎，他只是想告诉人家我是消防员。是这样吗？消防员很酷。哎，消防员就是感觉起来好像有肌肉，然后很 man。 男生就会讲说是消防员啊，女生就讲说自己是空服员啊，护理师啊。其实我蛮多朋友跟另外一半在一起是因为线上交友而认识的。但是他们都不太好意思讲说他们是因为线上交友来认识的。那我之前有一个亲戚，他结婚，然后我们都问他说，欸，跟另一半怎么认识的，他都不说。但是结完婚后，他才跟大家说，其实他们是 APP 认识的，我们就非常惊讶。那其实我本来也想要把那些聊天的人给约出来，然后一起拍影片。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想说不要随便把人给约出来好了。然后我就跟他约定了，等疫情过后我们再见面吧。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浪漫啊？浪漫个头。Ha ha ha.